剪辑。工作不是的，对，手机是吃的，全部准备好，整个球出手，达成了接网。就差一个出局数，中兴兄弟队史第九座的总冠军，2-8。这个球是第一次出手，哦，是速球在那边又飙起来了。我这个节奏放慢，节奏放慢，对。刺激的时刻。是哦，这当然就是历史性的一刻了。这个球出棒，又是界外。觉得大家这个在现场，这个限动应该已经录了好几次。哦，但这个时候他的那个好球带啊，会放得比较宽。现在还在不断的缠斗，是两号球一坏球，这个球一棒落空，再见三振，中信兄弟抢下了4-0，完封啦！第一次在洲际主场跑彩带，黄黄的彩带，古董也来咯，恭喜中信兄弟2022年总冠军！啊！